寒流报道，洗澡真的是个考验，热水狂冲，冲到头皮都发红，不想被冷死，却先被烫伤。医师建议冬天洗澡时，室温跟水温尽量接近体表温度比较好。要怎么样营造出好的室温呢？家事达人靠这台。洗澡前十分钟启动，小巧陶瓷式电暖器放在地板，叶片往上搬动，加速热空气流动。原本浴室温度约 19.4 度，经过了15分钟，微幅提升到21度。要先取决于说这房子是不是自己的，如果是自己的，那就选壁挂式的，我觉得会比较理想，因为它不会占太多空间。外观像电视，但其实是触控对流式电暖器，滚轮好移动，还有防溅水保护，浴室加温更有感，能将室温拉到25度。叶片式的话其实比较不建议，对，因为我们最主要就是因为怕水汽太重，会影响到一些电子的一些里面的零件。寒流催生高叶机，浴室专用暖风机虽得要再请人来打洞，但询问度也成长两成。洗澡不想亮叽叽，类似充气行动浴缸，五分钟组装完毕，上盖锁温，还挖洞给你滑手机。这类的移动式浴缸销量比去年同期成长五成，没钱的这一招经济实惠。洗澡前五分钟将莲蓬头热水打开冲地板，水蒸气暖房，买通。三十六 V 九亮宝台北报道。